新竹的风很大，似乎已经成为当地日常的特色。但日前有网友呢在新竹的脸书 po 文说，自己啊是外地来打工仔，骑摩托车骑到都快要起飞了，但其他骑士好像骑得又快又稳，想问问看有什么秘诀。贴文一出呢，引起讨论，留言数啊破了3000多则，就连土生土长的新竹人市长林智坚都在脸书发表自己的抗风心得。大风一来就怕站不稳，小朋友紧紧抱着柱子，但从脸上表情看起来好像玩得蛮开心的。网友破问说，新竹的孩子都是风的孩子，从小就学习如何逆风飞行，在公园里玩游乐器材，但是对外地客来说恐怕有点难习惯。就有网友破问说，自己是外来的打工仔，骑摩托车都骑到快起飞了，想问问在地人有什么 people 可以骑车骑得这么稳。尽量把重心放低，一般那边不能骑快啊，危险啊。一连串的讨论也让土生土长的市长林智坚在脸书发表自己的抗风心得。我自己很喜欢在我们新竹市骑单车哦，遇到阵风我会停下来用牵车的方式来过马路哦。甚至还PO出到南寮视察，结果被风吹到脸部扭曲，发胶不敌风吹的影片。其实因为地形关系，加上到了农历9月，东北季风开始增强，跨越山脉就会形成九降风，让新竹时常出现7、8级的强阵风。因此建议，若这个时节前往新竹，可真的要小心行车安全。华视新闻庄敏宪、庄宇杰新竹报道。